Welcome to my先说，可是别后悔。一翻开被子，我看见你双手抓住了我脚，把我拖下床。别拖我脚！丽娜，为什么把我带回来这里？好不容易才脱离了你啊！你只不过是我的备胎之一，像你这样不死都没用，走开！你们干嘛一副死老妈的样子啊？人都死了，你还敢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丽娜就不会自杀了。而你却这样对她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是她自己要自杀的，又不是我。不要每次摆出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，看了就恶心。够了！人都死了，你们还吵来干嘛？我们现在最重要是要怎么出去。觉得我现在。真的很害怕。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侯伟，你先说吧。既然你这么害怕，可能这次能够出去呢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对啊，搞不好这次真的可以出去呢。可是到现在，还有一个人出去过，不是吗？死胆小鬼，要说就快说。不然就轮到我说，要不是这个女人，我早就出去了。好吧。那是我第一次去旅行，暑假的时候去印尼巴厘岛旅行。到了那里的第二天，我一个当地导游到自然公园去探险。但我和当地导游都迷路了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迷路？为什么会迷路？是来过这里吗？当时的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只觉得那个导游也太不专业了。我们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一个草地，
这里有颗糖果，可以恢复一下体力。来，给你吃。那。谢谢，凯杰。嗯。我真的很讨厌像 Christian 那种男人，我真的很想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杀死。那就把他给杀了吧。可是现在像我这样子，我根本没有能力杀死他们。那。由我来帮你完成最后的心愿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最后的心愿？当突然间前方的那个草丛摇摆得非常的厉害。怎么会动？有人在那边吗？我马上就问有人在吗？是不是也迷路？什么东西啊？但是没有人回应。哎，导游，你看。哎，导游。哎，导游，你去哪里了？哎，导游。哇！我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结果跑到一个墓。这小木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在吗？我偷偷从门缝探头进去看，然后就马上朝着我冲过来，我当时吓得马上晕了过去。结果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一家医院了。我就问当地人，自然公园里面的墓是不是住着一个女人？结果他们说，传说以前有一个旅行者迷了路，死在那边。他到现在都一直在找迷路的人陪伴他。是有颗糖，给你吃，可能会恢复一下。继续。来，我这里有颗糖，给你吃。我也吃。The sunrise comes to